猜猜我是谁？有显示的好吗？玩一下都不行。你在干嘛呀？我被属下放鸽子了，在闲逛。除了我还有人敢放易总的鸽子呀？是啊，属下都跑过去找另外一个人汇报工作了。另一个人是奶奶吗？那我的小蜥蜴最近是不是很闲啊？应该吧。要不要去巴黎？你不是说想我吗？那还不来看我？你有在网上看我演出的评论吗？大受好评哦，来可惜。那我让安思安排一下吧。还等什么安排呀、我帮你订机票，马上过来啊。那我可要头等舱。哼，我会给你订货舱。这么狠啊。哎，行了，我让安思安排吧，你等我消息。好，拜。以前只要我说一句就会跑过来，怎么现在还要人安排？